大家好，又到了每周超市特价时间。今年3月的天气有点诡异，可是草莓、芦笋等春季果蔬却急不可耐地上市特价了。上市之早，价格之好，有点出乎意料。每磅草莓不到3块钱，芦笋却不到2块钱。好久没有特价的鸡蛋也有大动作，沃尔玛鸡蛋减幅高达1/3，丰泰超市的猪肉竟然卖出了9.9毛的白菜价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Richmond 这周超市还有什么特价。Superstore 的草莓每盒4.9块，2磅装，幸福也来得太快了。夏季还没到，就有这个价格的草莓，还挺大颗。买了一盒，特大颗的只是上面一层，下面一层是正常大小，味道酸酸甜甜的。青葡萄每盒4.98块，2磅装。自从葡萄价格一路上涨后，再也买不下手，这样的价格当然不会放过。买了还是熟悉的味道。芦笋每磅1.97块。三月的气温虽然还没有春天的暖意，草莓、芦笋这类春天果蔬价格却让人措手不及。管它呢，这样的价格都是让人开心的。白蘑菇每盒3.99块，1磅装。货架上白蘑菇、棕蘑菇是摆放在一起的，3.99块价格牌上只写着白蘑菇，可不要拿错了。雄鸡白米每袋29.99块，40磅。特价终于回到2年前的价格，看见它的人也理性得多，再难看见一下买几袋的景象了。沃尔玛的草莓每盒3.98块，1磅装，这也是特大颗的草莓，人们像看见宝一样的拿，下面那层是大是小就不知道了。罗宾汉面粉每袋9.97块，10公斤装。这个品牌的面粉一直价格不菲，如今价格竟然比 No Name 都低，有点不可思议。看价格牌是半价了。鸡蛋每盒2.66块，12个装，几乎减了1/3。好久没有这么大幅度的鸡蛋折扣了，最多只准买4盒，不少人都会买够指标。培根每包9.97块，1公斤装，这也是半价的折扣。9.97块，连1公斤五花肉都买不到吧？不说还要制作好了，前提当然是要爱吃。丰泰超市肉食部大清早就排起了队，这是近半年来少有的。不见天每磅9.9毛，它是猪前腿腋下的肉，因为看不到天空而得名。这部位瘦且肉味浓，和肥猪肉刚好相反，价格实在太低，又没有数量限制，人们买的没商量。看这人买的这么欢，一旁的人说可能是送人了，用来煲汤也好呀，肉味重。鸡中翅每磅3.99块，它的袋装鸡中翅解冻后还是很新鲜的，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的了。红山鱼6.88块，2袋，每袋360克，它的身体中央有金黄色纵纹，肉质嫩滑，香煎简单又好吃，2袋足够尽情吃一餐了。酱香猪肘烧鸡每袋12.99块，这款猪肘烧鸡好几家超市都有卖，正常价格这里都偏低，有了特价就更划算了。有朋友吃过猪肘，就是有点咸，味道还不错。毛豆仁3.2块2袋，每袋400克，这是不少人喜欢的冷冻食品，简单方便，好吃又健康。手打拉面5.99块2包，相当于买一送一了，每次特价看见拿二的人都不少。油菜苗每磅1.99块，
看上去又脆又嫩的，这样的价格算是难得的了。龙眼每磅1.99块，看着这个价格的龙眼有点不敢相信，又担心不新鲜，只买了一袋，价格打了折，味道却一点不打折，后悔买少了。草莓5.2块，这草莓也不小，看来今年草莓到处有了开心价。中国世界的四季豆每磅1.39块，虽然价格不贵，这样一根根挑要花多长时间啊，好像也有人乐此不疲。新疆香梨每磅9.9毛，吃了好几年这款香梨，细腻清甜，这样的价格却是第一次看见，特别是刚刚上货，挑选空间大多了。芦笋每磅1.69块，这芦笋真新鲜啊，连上货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让人多拿两把，像这样的粗，每条切成四瓣，会特别清甜入味。生姜每磅1.29块，价格就比其他超市少一半了，刚巧碰得上货，就和中彩一样，真是姜黄了。 H-Mart 的西葫芦每磅6.8毛，这里竟然说减价 83%， 3.99块的西葫芦肯定没人买，特价就不一样了，连中国世界都没有这个价的西葫芦。五花肉片每磅4.98块，这样的肉片一直是他家的镇店之宝，一个多月没有出现，让一些人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亲切。大统华的猪蹄每磅1.88块，这又是不少人的老朋友，还是见一次开心一次的那种，拿了真叫满心喜悦。鸭子每磅3.88块，想当年 Superstore 每磅2块钱的鸭子卖了那么久，才2年价格就翻倍了，这可还得是特价，有人嘴里嘀咕着还是拿了。北极贝每盒6.88块，400克装，好久不买北极贝了，这个价格划算吗？看见有人拿，也看见有人摇头。茄子每磅1.48块，紫色紫的好新鲜啊，就是有点瑕疵，得仔细挑选。迷你蝴蝶兰每颗8.28块，除了小一些没什么毛病，好歹人家也是蝴蝶兰啊，这样的价格完完不错。 Lily Farm Market 的芦笋每磅1.68块，今年的芦笋真是上市早，这么新鲜而且价格好，爱吃的不必跑中国世界了。红肉脐橙每磅9.9毛，一般红肉水果相对贵一些，它却和普通脐橙价格相当，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。 PriceMart 的草莓还卖出了新花样，每盒2.99块，扫描进入 My Offers 后，输入自己的会员卡号就可以得到再次优惠，第一盒只要2.47块。带鱼每包6.99块，2磅装，这样的价格才称得上特价，每磅6.99块肯定不是特价的。猪柳每磅2.69块，这个厉害了，还是新鲜的，两条猪柳才6块多，好几年没有这样的价了。Freshcore 的草莓每盒2.47块，这周草莓的特价真是遍地开花了，根本不必下载什么，就是这个价，憋了一个冬天，现在可以开心吃了。 Safeway 的鸡蛋每盒4.99块，18个，虽然折扣不大，能省一点是一点啊，毕竟是天天吃的东西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，欢迎新朋友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